初九天公生，这一天玉皇大帝诞辰日，凌晨零点一到，不少民众涌入高雄玉皇宫参拜。之前都去河北路的天后宫，今年特地来这边，人太多了，都会带小朋友去面。我们几乎每年都在这里，就疫情影响，油比较少了。那一天不吃香。店外可以这样参拜，进去都用的新香，没有进出口的确实这样。庙方在现场加派志工来回穿梭，广播宣导提醒民众口罩要戴好戴满，也全面禁止饮食。但看看这画面，恐怕心有余力不足。人手一摸，象征沾沾玉皇大帝喜气。寺庙外头还有各式小吃，甚至还有民众脱下口罩边走边吃，完全没有保持社交距离。防疫大使，记得摸完那个龙啊，一定要消毒啊！毕竟过年期间，高雄港群聚疫情扩散快速，烧很大。现在好不容易控制下来，就怕初九这一拜人潮来了，疫情也跟着再来报道。寰宇新闻李维凯、吴明业、刘佩婷，高雄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寰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